上次买的辣妹装，男朋友很生气，给我扔了。我又买了个新的，看看他是什么反应。你给我分配就行了吧？哦，这是啥呀？这跟那个比，不就多个狗链子吗？咋越来越晒脸呢？不咋的呀，现在流行穿狗链子呀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这多好看啊！好看啥呀？你比来比来，这玩意儿能挡住啥？就这么一块布，都没咱家抹布大，这能挡住啥？你还挺美呗，长啥呀？那个是三角的，这个就是方形的吧？你能当我傻吗？啊，我不管，我就穿这个。你是真能嘚瑟，不行，这个也不能穿，拿过来，这个东西也不能穿。你再给我认，这个月工资我都拿来买衣服，你信不信？微信又也没用，你敢买我就敢扔。没发现你衣柜里头的少了一半的衣服吗？全是老子扔的，今天就明告诉你。